但是看起来像姐姐哈、哦。好，他们是家庭成员哈、哦，非常很有才华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也慢慢来连续两首曲子哈、哦，我们欣赏他们所为我们的演出。那他们待会聊一晚之后，我们就是准备颁奖啊，准备颁奖。麦克风一拿就很会唱，这个演讲的要特别再加强一点啊。